你的主教如何？我们尊重主席。你就是要把我套出来。希望。我不能讲，现在不能讲，真的。真的。好像常委建议七九十一都还不错。七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做到七？主席觉得太后面。主席，组长是觉得不错。反正不会是排第一就对了。 那第七名觉得怎么样？第七名，你是喜欢零零七的？七。好，那现在看韩国现在的民调，好像一直都输蔡英文。现在还有两个多月嘛，还是力争上游会上来。他不是希望能够在11月就能够跨越吗？大家努力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。 他是庶民为主，不一定会留在家里听电话，所以说不定会有一些跟民调的差距跟实际的状况，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，所以总要努力嘛，还没有达到最后当选的目标，一定不能松懈，一定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很认真才行。 现在知识蓝还没有回归，要怎么放开市场？上面啦。知识蓝，知识蓝，并不是每一张票都投他，也不可能每一张票都不投他，中间一定有一个是经济蓝，有一些是知识蓝，有些是文化蓝，有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庶民蓝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票的。 源头越多越好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，提名人黄玉檀，他现在变成郭家驹了，觉得适当吗？我不能表达什么意见哈，什么提谁提谁，那个是，现在我不评论啦，我不是评论家。谢谢。那主席怎么看陈同佳案？蔡政府目前拒绝这个，他是高级的。我们文传会有会有意见，有人主张应该让他进来，但是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，为什么香港不能够去依法办？为什么要送到台湾来？啊，如果送到台湾来，我们是不是能以就地取主义哈，就发生凶杀案的地点在这里？但是实际上是用人呐、啊。如果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被杀。 应该是要到中华民国境内去审判才对，但是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，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谢谢。赞成蔡总统的做法吗？我不能随便赞同，也不能随便不赞同。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心了解，我才可以评论。我不是评论家嘛，我是实行者。您觉得应该是香港最不要先处理，因为是香港。 都有道理啦，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，以人为主。过去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在我们马政府执政，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，跟中国大陆签有一个两岸的罪犯哈处理的条例，比如说他如果是在台湾杀了我们中华民国的人，跑到大陆去。 那不会在大陆审判，一定要移回到我们中华民国来审判才行。因为如果是杀中华民国的人，而且是在中华民国这个地犯罪，当然不能在大陆审判，要一定要移回来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如果在大陆他的区域里头杀人，杀了一个大陆的人，就算跑回台湾，我们也要把他移回去。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原则，是这样子，有属人属地这种。谢谢。现在拒绝他来台湾，会不会有这个损害我们主权的问题？我觉得会有争议啦，哈，会有争议。嗯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哦，谢谢主席。